大家好，欢迎来到2100情报现场，我是林忆琳。今天我们在 Live 节目里面，我们开放 Call-in 要来谈一个今天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双卡银行的这个双卡的利率要不要下修。那么这个问题呢，牵涉到很多的卡族，也牵涉到很多的银行，当然政府的政策也备受各方的瞩目。今天我们在2100情报现场，不跟你谈政治八卦，我们不谈口水，我们要深入事件的真相、意义、冲击本质、未来发展跟解决之道，特别为您专访这个关键的人来谈关键的问题。首先为各位来介绍在我们中间的各位专家学者。首先第一位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银行工会的代表，他是台新银行的资深副总，也是双卡问题的专家，邱丰凯副总。邱副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邱丰凯。谢谢。第二位为各位介绍是台大财务金融系的教授，也是台大金融中心的主任黄达业教授，在我们中间。黄教授你好。严社长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第三位是我们消基会，也是民间消费者的代言人，消基会的义工，可以这么说，也是消基会的秘书长吴嘉诚教授，在我们的中间。吴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啊，其实是所有的民众非常的关心，关心到什么程度呢？最近有关于双卡利率究竟要不要下修，下修多少问题，这几天喧腾爆张哈。过去我们都知道双卡循环的利率非常的高哈，那么几乎接近 20% 哈。那么最近在立法院有许多位立法委员就提到说应该往下修，因为发现很多的卡奴啊，一些受到卡债影响的人啊，真是做到真的是家破人亡的情况。那这些卡奴们很辛苦，所以呢在立法院都引起很多的讨论，希望能够把双卡的利率的最高的上限哈调降到 12.5%。但是呢行政院那边呢又希望能够协调所有的立法委员能够降到 15.5 就好了。不过不管是降多少哈，不是一个瞒天喊价就地还钱的问题，因为银行工会哈提出很大的抗议啊。最近这几天哈座谈会、公听会、各种的理监事会频频召开哈，我们才刚刚去采访了这个座谈会哈。然后听说哈，今天哈就已经哈银行工会的理事会啊就开会，待会我们要请邱丰凯副总跟我们报告今天下午的最新状况。然后我们也知道台大今天下午也开了一个会哈，是叫做双卡利率是不是下修哈，这个冲垮银行的一个座谈会。等一下我们也要请黄达业教授跟我们来说明。但是今天最重要的要跟各位一起观众来探讨，您现在正在收看我们2100情报现场，我们开放了一个现场 call-in 电话02-8751-1333，欢迎您随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观众中有很多的专家，也有很多的受害者或者是参与者，我们觉得各方的意见都值得在我们今天的现场节目中充分的讨论，以供政府做决策。所以首先呢，我们先不谈我们的想法，先从报告新闻开始哈，我们请那个邱副总跟我们谈一下今天银行工会大致上的结论，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OK， 关于最近的双卡利率还有整个民法的修订案，我想整个社会对双卡利率的调整，其实从银行工会的立场，我们知道说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那从银行工会本身，我们会希望说借由提出采浮动式的指数利率的方式呢，可以针对利率的上限是不是不要用修法的方式来做一个限制，而是透过银行法下设立一个针对双卡的一个管理办法，来针对利率的管理做一个比较更完善的一个措施。简单的讲就是说银行工会希望不要利用修法的方式，对，而是让银行能够有自主性去做一个浮动利率的考量，是不是这样？因为就主管机关立场，当然他会希望说就双卡利率还是可以充分的反映不管资金成本的改变还是说风险成本的改变，是，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透过从银行法下针对这个双卡利率透过管理办法的修订的方式来做一些利率的管理。
而不是直接修改民法，因为修改民法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冲击可能会太大太大一点、所以只要修改管理办法就好了，不要修改到民法。对，好，谢谢。那黄达业老师今天也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一定也是唇枪舌剑，各种意见交织啊，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今天下午台大这个座谈会的结论？是啊、其实我们昨天下午就已经举行一场所有学者的大会合，对，就是国内、研究或者教学跟金融相关的所有的各校的代表性的教授。是，那我们大家很意外的发现，几乎所有的教授呢，大家本着自己的专业的判断，都认为目前立法院修法要把这个双卡利率要下修这件政策呢，都觉得其其以为不可。嗯哼，从金融专业来讲呢，任何一种修法都让国际人士发现说，台湾这个经商环境或金融的经营的整个政策呢，是有一点说朝令夕改或者不稳定，这对我们的国际形象是有害的，也有碍外资的进入到台湾投资啊。那更重要就是说，双卡利率下修，它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坏处，我们大家探讨了相当的深入。那更大的发现就是说，如果照目前这种修法的话呢，可能达不到原先要照顾弱势族群的目的，反而会把这些弱势族群的朋友民众呢，把他送到地下钱庄，让他们在融资的时候更不方便，那付出的代价更高，那不符合我们大家的期望，也不符合立法委员想要照顾弱势民众的这个构想。所以我们大会认为说与其去修改双卡利率，要把它下修不如说直接就把民法第205条利率是20%上限部分把它整个废除掉，那是最好，让我们的金融环境呢直接逼近先进金融先进国家的水准。那第二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没办法把它把205条废掉的话呢，那至少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但对金融弱势的民众呢，银行本身就有一些救济的措施，可以让他们用更低的成本更长的时间来偿还这些负债这样。好，谢谢黄达业教授。大概他分析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认为我们的这个民法这个部分的这个修改其实会造成整个金融环境的浮动不安跟不稳定，让外资也会担心，是不是这样？对，这第一个对。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这么做的话，对于真正需要借钱的人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把这些需要借钱的人因为从银行这边的业务的萎缩而跑到地下钱庄去了。这是大部分所谓的财经学者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中也特别邀请到这个消基会的代表吴嘉诚教授。那么在消基会所召开的记者会确实跟刚刚两位银行工会也好，或者是其他座谈会出来的结论不太一样。消基会在召开记者会，所以大家其实有点不傻傻，因为各方的说法多空激荡那么消基会最主要是认为这个法案事实上是一个向银行倾斜如果要下修的话那么如果不下修的话是向银行倾斜的所以认为一定要下修，而且不但要下修，要下修到10才算是标准那么这方面是不是请吴嘉诚教授来谈一谈消基会当然也代表很多的消费者的看法。消基会长期为了这个双卡的这个利率以及一些受害者我们接收到非常多的申诉，一直到今天我出门为止，我们晚上在开会的时候，很多的消费者都认为这个双卡的利率应该要调降调降的话才会是真正的造福到这些弱势跟一些这个用卡族但是现在这个 case 呢，是因为是双卡的利率跟民法扯在一起了，所以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层面那我们也认为说这实质上来讲这个调降的这个情况对银行并没有不利的，其实大家都会是赢家消费者会是赢家，银行会是赢家，甚至政府的这个整个金融的管理的体系都会是赢家，甚至会创造一个就是说彼此金融业银行业呢它有一个良性竞争的这个现象，然后会让我们大家都是赢家。所以呢我们就是呼吁就是说呢，即便是说在现阶段有些银行呢，因为比如说呢它的这个利率调降呢，某个情况之下它可能不会赚很多的这个利润，但是长期来讲对整个金融的行业是好的。
那我们也不认为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这样的这个动作，那很多这个受害者他会跑到地下钱庄，毕竟呢用卡族是多数，那会去跑地下钱庄的，我们认为还是少数，所以我们还是要。